哇哦！一定要先看人家先哇哦！我一定哇哦！他表演完了之后，哇哦！因为现场有一个妹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是谁？他美青跟哥哥都在那边。哇哦！你很爱哥哥哦。哇，真的好厉害哦！你看满身大汗呢，这个是男子汉呐，男子汉流男子汗呐。是我家。男子汉得男子汉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李星奇好像每一次就是他的这种风格都是走这种霸气路线的，非常的稳。而且以前李星奇表演的时候只有一个表情，那就是，对对对对。真的，我说的很像，是不是？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可是今天我居然发现他哦，他居然还有笑哎、欸，还有笑了。对他变出来他会。哈哈哈哈，就那种忍不住的笑容会浮现在脸上。你笑的时候很好看，来笑一个，多笑，笑一下。啊，太多了。我们恭喜 Eric 老师好了，好不好？李星奇今天真的，这才叫可圈可点了。帅帅帅帅帅！